几个大弟回来刚洗了洗还没等啊，说豆饭的俺爹给打了电话的，结婚就在下去吃饭，走吧呗。我走，我给你光去那吃饭，你带点口粮，要不然你光去那吃不好意思的。尝什么麻烦的，走，点点，正好家里有面，这有压着面拿的。点点口粮，到那再吃呢，还没法走，吃饭走不下走，那够得吃。走，走呗。好便宜，你说嘞，那你就俺这就俺这吃饭那空手的，你看带点口粮，就跟你说，那够俺吃呗。在家里咱都就好都炒肉汤，你，哎，是我炒肉汤，面上面换炒肉汤。是的，正好你吃完那面，你这样俺那里这有，有，这面挺白啊，那自己压的，自己压的，是啊，知道了呗。我这牛仔的。啥时候鸡要不没白吃的啥时候都邀请你了啊，都忘不了，都是忘不了，但是一但是牙也吃谁的也是你的，是给你罗糊了，用哪块了呗，不用了，啥不用了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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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大娘，舅舅，挺好吃，挺好吃。哎呦，舅，你挑挺好的哦。啊，这是我到你咱家挑的。啊，咱家挑的来着。对的。哈哈哈。一会儿先先喝。一会儿先喝。嗯，对。大娘上多，大娘，大娘上多，给上多。多壮，多壮，多壮，那软乎。嗯。这花圈打的可好嘞，真的能出锅了。是吧？嗯。就到哪一个？你看。等那个看，看摘了的。咱家是炕上的烤的，地上蒸的，你看。嗯，哦，这火烧，咱家老李是芝麻火烧。没有芝麻。不芝麻，你看。拿这个小筛子，我。那你老老牛了。看着像。哎，教你说啊，我可我干我包，你别可老。嗯。俺俩说。啊，这是老牛了。哦，老牛了，是俺爹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你爹的。不是你爹的。好事没有，我来人找不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，你说老牛来家说，我可帮你几个。哎，哪里？人家给我的。这来领弄哪里？哪里啊？多久？多久？多久？在这做的啥样？在这做啥样？好喝，我是喝啥一点？啊？我这是喝啥一点？你就是不是说好喝还是不好喝？嗯，好喝。嗯。不好喝，他妈念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说不好喝，还是俺舅不说。你就说是说吧，好喝就是好喝，不好喝就是不好喝。但你都是炒汤啥样？好喝，这都那个盛饭的这就说好喝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喝。舅父，嗯，我感觉你都不服气，改天你叫咱班俺俩都 PK 一下，嗯，一家做一锅。那我不练，我不练。厨艺这方面真不沾。你哪方面点就给他再配合一下，哪方面也不点，哪方面也不点。你总有一方面不点挺强呀。就该拉丝的强。我就是为了讲了，今天早上也挺好。娘，还是咱娘会说，你看咱娘还。娘是十大东西往这一规划一规矩，我十大东西往这一扔。去那一脚过来，几个这个一脚过，大脚之后个大白子就扔了。哈你那大白子都照不着。哎呦，谁味儿的了？拔出的谁的？哈哈还是锄头边扔的那提拔出。你家是成天说咱俩脚拔出在那竹简边，在地里给我拿圆，什么时候给我整过来？成天说的。哎，对了，舅，你们上次好芝麻，你不是丢了一张脸，那张脸找着了呗？哪树上挂的？哪树挂的？在地里头说了，就在别人家小孩说，我说那边，那这头照，这一年照不着，后边照着了。在树上来了，你在树上过？那我也去摘的，在猪场，在猪场外边，不是？树上，哦，树上挂着呢，挂着呢。